又翻到嚟年友嘅时间啦，咁今次年夜带大家去边度咧？嗱，大家可以见到呢度啦 ，King Power Stadium 啊，亦都即系李斯特城嘅主场啦。咁啊，先俾个 wide shot 大家睇一睇先。咁啊，成个场馆咧都非常之现代化噶啦，而家咁你都见到啦，李斯特城嘅别名啊 Fox 咁样。好啦，而家呢一度咧就系、是、入场嘅位置啦，咁啊有个座位表啦。跟住去到隔離呢一度咧，就應該係呢一個嘅 sport bar， 咦，即係入去飲嘢嘅喎。跟住好啦，再 pan 埋啲，再 pan 埋啲。嗱，大家可以見到嗱，仲有傳統式嘅售票處啊、接待處啊、reception 咧，就喺呢度等大家嘅咁樣。咁啊，見到下邊啦，都依然復古嘅專場啦，咁樣現代化得嚟不失傳統噶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另嘢就帶大家嚟到呢個 Souvenir Shop 啦，咁啊先俾個 Y Shop 大家見到先，咁啊各式各樣嘅產品，連嘢話大過曼城嗰度好多喎、哦，嗱你可以見到啦，有唔少嘅杯啦、杯墊啦，跟住然之後掃過嚟呢度都係一系列嘅 mug 啦嚇。好啦，咁啊呢啲啊最平價嘅手信啦，咁樣，但係連嘢一陣間咧都會帶大家睇一啲其他嘅手信咁樣嘅，咁啊。呢一啲乜咁啊，唔同嘅印花啦，有作客颜色，有主场颜色啦，咁样。好啦，然之后扫过嚟呢边咧，就有一啲贵价嘢啦，例如联名嘅酒啦，跟住有手表啦之类咁样嘅贵价货，咁啊亦都有签名笔啊之类咁样嘅嘢，咁啊呢啲贵好多噶啦，呢啲就你见到啦，75磅一只，哇都几贵下讲真。咁啊，都成千蚊港紙啊，接近咁啊，非常之昂貴。好啦，跟住一 show 過嚟，咦，有大富翁賣喎，睇嚟李斯特城咧同大富翁啊有啲聯成嘅項目啦，跟住亦都見到有啲毛巾之類咁樣嘅 souvenir 啦，跟住再影過嚟呢一邊，好啦，開始見到啲波衫嘅位置啦，咁樣就今年李斯特城英冠嘅主場波衫啦，咁樣一路 pan 過去，嗱，黃色呢件咧就作客嘅 ，OK， 咁啊呢一度咧就復古部啦，咁啊好多復古系列嘅李斯特城球衣啦，都可以喺呢一度咧就見到噶，咁樣。咁啊，然之後啦，去到最尾呢個 shot 啦，連爺話呢一位好靚，因為嗰個 display 咧裝修到成個李斯特城更衣室咁樣，亦都可以買完件衫之後儲喺裏面咧，自 J 一番嘅咁樣。咁啊，所以都叫做一間非常之大規模嘅 souvenir shop。而最尾啦，連爺亦都表示啊，有以下嘅感想噶。搞到入到嚟咧，勁 like 死人。上次曼城咧，我都買唔到嘢，所以咧，我一決定咧喺度消費，佢哋好 like， 飲我拍嘢。好啦，咁啊，今集连游李斯特城咧就到此为止啦。睇下连爷下一次带我哋去边一度啦，拜拜。